而且每一个人都在做。而且你昨天不是有这么多任务？不行，你最喜欢出任务了，不要跟救援队一样啊。你不可以一直在家里，在家里的你都什么都不懂。他到哪里？去读书。救援队也有很多任务啊。对啊。我们要。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。再上两天就放假了。你叫我一直在那边等你下课哦。对。那我不就被太阳晒很黑？那边没有大人，你有看到别的妈咪有别的妈咪去吗？对啊，那我怎么能去？我要给你带一个蛋卷在车上。娃娃这里。拜拜，丹丹加油！丹丹加油！你的水在这里面哦，哈！丹丹加油！